兄弟们，王者出个新模式，神沟对决，是一个3v3的场景。作为一个资深女主播，我直接建议大家玩吕布、巴蒂加超远位移，这个模式的不二人选。简单来说一下，这个模式就是中间被隔开了，各自都用钩子来战斗，击杀人头可以恢复血量，钩子的伤害也是很可观的。如果与队友配合，基本两钩子就能秒。神钩对决嘛，钩子才是这模式最大亮点了。看到地上那个像技能的东西没？这个是可以换取钩子的形态，每个都有不同的属性啊。举个例子啊，就像我这个飞龙钩，发射的钩子是带旋转飞轮的，可以对路径上敌人造成伤害减速，看着挺牛的啊，其实也挺鸡肋，也就是在钩子上加个圆方的大招。当然也有强的呀，最强的是我们哥哥，这个坤是随机出现在悬崖里的，大家可以用钩子去抓，抓到以后会升级为超级钩。超级钩也是随机自带属性的，就像我们这个相当于三个飞龙钩一样。要说普通钩子里最强的，属是个多重钩，也是变成三个，虽然没哥哥那么离谱啊，不过至少范围也挺大。在这个模式里啊，可以说没有技能比钩子伤害高，所以只要钩的话基本是无解。再加上我们吕布超远位移，对面就是我家好吧，这这边还想跑啊，贴联防钩直接杀掉。当然钩子除了钩人还是可以钩墙底的，就像这波我们被击了，但是可以用钩子逃跑。然后粉丝群中提提说兰陵王会不会强点，直接被动隐身钩他，防不胜防。好，咱们来试一下，先来草里躲一手，这钩子还是挺快的，如果不提前预判基本是跑不掉的。哎，队友也是挺给力的，来把这猴子杀了，助助兴，斩杀眼神。这波没状态了，残血就躲远点，等着收人头回状态啊。这个柱子后面可以说最安全。哎，不是，这其实这种情况很常见的，团队游戏嘛，大家难免都会有失误，甚至会直接导致失败。但这时我们应该互相包容，去寻找解决的办法。与其互相埋怨，不如一起面对，帮助队友也是在帮助自己。俗话说，独行者速，众行者远，一个人就算再强大也无法战胜一个团队，所以只有五个人一起配合，相互帮助，朝着一个目标共同去努力，才能取得胜利。当然在生活中其实也是这样，当队伍里有人遭遇困境时，我们一定要施以援手，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坚持到底，再大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